好，第二小题，他说刚才一样，刚才是问硫要几公克，现在问比较简单一点，氧要几摩，氧要几摩，因为问摩就不用换嘛，对不对？就直接用就可以了，所以就比较稍微简单那么一点点。八号、六号、二十一号。二十一号，二十一号，二十一号要死了。二十一号。二十五号。上来。老刘。啊！啊！啊！我天哪！啊！这个老板起来。我还没擦掉，哇！老板每天都讲。一乙写方程式，力学平衡不用做，题目有了。二乙是跟手球换握，二十五公克，刚才已经换过握了。刚才那一小弟已经换过握了，球氧几摩就不用换了，然后带到关系里去。带到关系里去。哎，你把方程式抄一遍是没有用的。对啊，方程式抄一遍。刚才已经告诉你了，硫酸分子量九十八才跟我写九十六。啊，你都听不到了，快快快的。我要思考一下，不要。哦，那个245克硫酸有几摩，在刚才那一小题已经。算出来过了，你还写四十六？什么啦？白色。哎，这左边还是九十六？九十六。啊，白痴！表现无解。哎，大为啥输脸啊？九十四。你们可以看下面这个答案。十句哦，你不要看他了，十句。他的已经是自己算哈。我觉得他们点也是没有。被你们搞到世，被你们弄到世界世界末日。你小碗面啊！啊啊！哦，简单的除法可以除这么久啊！没错，我们是制造 OK。好了，硫酸2.5摩，还问的是要氧几摩？摩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硫酸2.5摩，氧 S 摩，就等于均衡系数比。硫酸2.5摩，氧 S 摩，带进去均衡系数比。你为什么要写水啊？根本就不需要水啊！我写错了，应该是写氧啊！啊，我现在跳过。这个干嘛？根本不用背。上面有一个星星跟两个公仔。一点六。来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快上好了。回家。阿玛纪呀。来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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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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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你们奋斗了半天，奋斗了半天，终于算出来了，硫酸叫做2.5摩，然后就开始乱做了。第一个没有1.6，我写16。氧的原子量叫做16。我没擦干净。好，没关系，就16。
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乘以三呢？因为前面有个三嘛，那就跟刚才那个人写的一样啊。谁告诉你前面那个是二啊？谁告诉你前面那个是二？前面那个是三啊？还是乘二的？那个叫做这么多末 ，A 末加 B 末，可是问题一定是 A 末跟 B 末吗？不是啊，再来，就算对好了。就算是三末了好了，你三末乘积了什么东西啊？各两个质量，末乘原子量叫质量。人家问你质量吗？啊，没有问你末了啊。我就是给换乘什么？重点是我换，我这样子给换乘什么乘啊？我这样给换乘末了嘛。你如果知道答案是三末，就不用算，就写三就好了，就写三就可以了，根本就不用。他应该就问末。第一步，解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，已经有了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末，已知硫酸叉叉克换末除，已知硫酸叉叉克换末除分子量，求氧几末不用换，就 S 末不用换，硫酸的末不用换 ，Y 末。就要歪末，不用换。好，末有了。第三步，有末带到关系，什么关系？末关系。谁告诉我末关系？均衡系数，末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谁跟谁的系数？硫酸跟氧，所以硫酸比氧系数二比三。二比三，刚才的末放进去。二点五比 y 等于二比三，后面数学，二 y 等于七点五 ，y 等于三点七五，所以答案三点七五末。哦，原来如此。OK 吗？就这样做。OK 吗 ？OK。